怎么，流光好难色？你来鬼话城时间也不短了，不会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吧？这有瓶花水，润肤又驱虫，替我抹上。我以前有个影子，那时还不兴给影子起贱名，我替他起了个名字叫烟柳，因为他长得女里女气的，胆子还很小。十年前我可不比你那妹主子长得差，脾气也比他好，随和，所以这个娘娘腔就得势了，老是顶撞我。结果有一天我和她外出出任务，被困在雪原迷了路，她的眼睛被雪照瞎了，却还是把我背了出来。我只是少了两个脚趾，而她却没有活过来。人这一辈子呢，有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不易，反正我是没有再遇到过。后来我见到第二个真心对待主子的人，那就是邢堂主，所以那时候城主遇难，我连死都不怕，偏要站在他那一边。不是要保他，是我不想看着他和邢风死。你是第三个。主子，来绝杀院这么久，你这一声主子才叫的有那么一点真心。鬼话城里也不都是女鬼，对吗？我和你那妹主子能不能比上一比呢？可惜了，这副好皮囊。哦，对了，你摸摸那枕头下面是不是有东西硌着我呢？当然，你被岔楼下毒，跳下了水，又爬了上来，可不像现在这样软弱。